跟着嘉宾来寻宝，七分故事三分宝。不知不觉第三周，我们依然寻宝之旅停留在我们中国的九都宜宾，来感受它丰富的文化。寻宝之余呢，我们感受了我们宜宾的蜀南三绝：蜀南竹海、石海洞乡和博仁玄关。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感受到中国九都除了有浓浓的酒文化，还有丰富的竹文化和大江文化。不管怎么样，三周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掘出我们宜宾老百姓心目中的民间国宝，是时候了。我们先到海选现场去看一看。海选现场依然是人头攒动，但上千名藏友热情不减，争相拿出自己的压箱底儿的宝贝。这个是乾隆的玉镯，这是我家里面传下来的，我的爷爷是南京有名的老中医，这个应该是乾隆本朝。这个是天工朝大自然的，没个雕工的，我跟你说，这个是清代的，清代当时宜宾开酒厂的哈，这个刚刚是上海去参加那个博览会哈，在新疆的。这和田的一个籽料，应该是500万以上吧。我带来的是玉化石，是有2亿多元的。外面下着大雨，鉴定厅依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悬念。不过要再次感谢场外冒着大雨参加海选的2500位我们宜宾的藏友。我们刚才问了一些藏友，说这么大的雨你没有想到回去吗？说机会难得，再大的雨也浇灭不了我们的热情。大家有这么高的热情，我们更要100%的工作。好了，我们今天第三周继续进行我们寻宝走进中国九都宜宾的寻宝之旅。我们再次认识一下我们四位寻宝专家。金运昌，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张德祥，木器杂项鉴定专家，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副理事长。邱小军，古陶瓷鉴定专家，原陕西省文物鉴定小组成员。龚继穗，艺术品市场评估专家，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好了，那么只有一些幸运的藏友能够通过这扇门走进鉴定厅，跟我们的专家交流。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藏友，美女藏友庄静，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贝？一个壶。啊，这个壶很特别啊，历史久远，宋代的。哇，然后呢，你看看它有没有觉得奇怪的地方。一个哦，它没有盖儿。对了，那它如果是一个壶的话，是一个容器，那它用哪个？对啊，怎么装呢？对啊，它哎，对啊，它没盖儿啊。好，答案揭晓了啊，在这儿呢。哦，我知道了，倒流壶。倒流壶，对，哦，对对对对，就是它，宋代的，宋代的，在我们宜宾的刘碑池那个地方，黄庭坚拿着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流觞曲水，大家在那个水渠那儿，大家坐着啊，那个水这样流动，酒杯在上面，流那个酒杯流到谁的面前，那个千客骚人就拿起来喝了，他肯定不敢口啊，是吧？哎，他自己拿着，边上这么就喝了。好，跟我们的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的，好不好？谢谢，来。两个酒壶是怎么得到的呢？家父和叔叔很多年前在地摊上收到的。哦，跟你说是什么窑的吗？他们认为是乐山的西坝窑，乐山就在我们岷江上游不到100公里处。哦，而且我们一直水陆相通嘛，西坝窑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器物物件，然后通过水路送到我们宜宾什么的。啊，你说的还不错啊，这是我们四川的窑口的西坝窑，尤其这个特殊，一个是它釉子特殊，这釉呢属于这个玳瑁釉，这玳瑁釉烧造，南方以吉州窑为主，当然四川有西坝窑啊，其他地方也许还有这种玳瑁般的釉，它装在身上挺方便的。说这怎么这壶没盖儿，着了这酒从哪儿进去的？倒流的嘛，倒流是个倒流，嗯，是个倒流壶。酒壶，我是更喜欢那个大的，我觉得非常古拙可爱，嗯，很古拙是吧？它那种笨笨的那种感觉，就啊，那个葫芦形的也特别啊，年代呢是元代的，元代啊，元代的，因为啥？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底足啊非常粗笨啊，底足又没釉。和南宋的不一样，啊，这也是显得粗笨厚重，这都是元代的特点。因为我们西坝窑的，大家认识的少，
好多人都不知道有个西坝窑啊，但是我们四川的藏友倒是有专门收藏西坝窑的，啊，目前来说在四川价钱可能比其他地方要高一些，当然啊，所以这两个酒壶呢啊都在3万到5万。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从鉴定厅出来以后的感受。挺好的。我就想着得今儿这事儿完了，回家拿它装酒，舒舒服服的喝了睡了，挺好。你觉着这不好？别贪杯。哦，别贪杯，不贪杯。很豪爽，谢谢谢谢张静参加节目，不用谢，来这边休息一下，谢谢。这是实琴，您这是在哪儿买的呀？去年在地摊上收的。地摊上。我发现很奇怪。啊、嗯。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属于过去的一种打击乐器。啊、嗯。我就敲了一下，觉得声音很清脆。他说是什么时代的吗？大概是乾隆年制的。啊，您信他是乾隆年制吗？那个我就不知道了。您这音阶都不准。也不是五声，也不是现在十二平均律，但是通过这个石头的震动，可以叫金声玉振、哦、玉振。石头的乐器咱在中国这个很久远，就是那个石磬哈，边钟边磬。但是您这个确切的说就是现代的，您看这石头上还有那个沙磨机那个电动工具的印儿呢，是吧？就作为一个玩具玩一玩吧，不是乾隆的，新的。应该说这个东西是我姨妈她在过生日的时候她的学生啊送给她的一份礼物。这个宝贝看起来怪怪的，因为好像是中国的，然后又好像不是，又好像有点欧洲的风格。你这怀疑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哎，这个确实啊，这有能够产生这种怀疑。为什么呢？这个镶的这些鎏金的啊，不像是中国的风格，下面加这个座儿，高足的座儿都是外国风格的。嗯。但是里面看着又有点中国的味道，所以说你这个怀疑是对的。这个呢，应该是我们中国康熙时代的五彩花鸟描金的一个八角的大盘，工业很细的。你看嘛，边上还有这个莲瓣纹。嗯。啊，里面五彩加金，有织机牡丹。嗯啊，这种盘呢也有小的，也有长方椭圆的。嗯啊，就是整套的这些餐具类吧，餐具类也是为外国定烧的，当时出口到欧洲、哦、外国人最喜欢中国的五彩啊、哦、古朴高雅、嗯、啊而且那个绘画呢是中国风格的，对，所以说外国就用这种餐具啊都是大官贵族的啊才能用得起的。哦，嗯，所以说当时作为外销礼都算是高等级的了。哦，嗯，这个大盘呢是康熙时的，那么这个鎏金的这个铜呢，这个包的镶的这些东西呢是什么时候呢？相当于我们乾隆时期。啊、哦。是法国的，法国镶。哦。啊，这个法国镶啊，我们知道法国的钟表鎏金的这钟表啊相当珍贵，都是这种鎏金的啊、哦，工艺非常的精致，啊，所以说。在18世纪，在后来的乾隆时期，法国的鎏金的和这个铜做铜的工匠给它镶起来了，把下面又做了很好的一个底座，做成了高足盘了。哦，嗯，这种高足盘呢，就适合于西方人的生活习惯，他就放水果啊，放什么的果盘类的。哦，如果没有高足，显不出它高贵来，显不出它的富贵啊来。所以加上这个鎏金的这些铜器呢，就显得金碧辉煌，对啊，显得更加珍贵了。那么像这个大概估个价，那要做一个礼品来也是很珍贵了。是，我们估价能估到25万。好的，谢谢。啊、这里是寻宝走进宜宾，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雷秀明先生。你好，雷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贝？我带来一幅现代大师的李谷成大师的一幅花鸟画。啊、哦，李谷禅大师。哎，对对对。哦，这个尺幅不小啊。有8个平方尺，十字等值的。
怎么得来的？80年代我参军的时候在部队，为老干部服务，就装裱制化。后来我拜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就把这张作品就赠送给我了。这个很饱含这个师生的情谊的一件藏品啊。对对，我看你说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啊。非常非常想起老师了。我老师因为对我非常好，我对老师也非常尊重，有种很深的感情在里面。对对对，好，跟我们专家好好聊聊。好，来这边有请。李苦禅先生是我们中国当代杰出的绘画大师之一，他师从齐白石先生，是齐白石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啊。那么苦禅大师的画呢，我个人的理解，一个呢是他的笔墨啊，生动而且泼辣啊，有那种山东人啊那种豪放的性格在里边。另外呢，他的书法功力非常深厚啊，他长期的这个写魏碑啊，写隶书啊，用书法呢融进自己的这个笔墨之中。您这个画呢，我觉得在这两点上恰恰是不够的啊，肯定是有本的仿造，构图和题款远处看不错，但是细琢磨啊，他的用笔的这种豪迈泼辣和他的书法功力都不够啊。通俗一些说，就是款子软，笔墨嫩，这个是一个咱们现在当代的仿品。其实我特别不想回踩你。其实我很高兴。怎么讲？不敢，不论这个结局是什么，我都非常高兴，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啥子呢？就是是老师赠送给我的东西，它不存在什么其他经济价值，所以我非常高兴。就这样子。好，谢谢秀明参加我们的节目，来这边休息一下。是本地区的还是从远处收过来的？是李云本地啊，是京师南部的。我是搞建筑设计的，本身就搞古建筑的。那我问您，既然是搞古建筑，您说它是什么年代的？这我认为是乾隆时期的，它是圆雕和镂空雕。你看那是圆雕啊，它是能够有大气的感觉。好，上门的话，他说它是状元服。好好好，它是状元，那是龙头凤尾。为什么要用龙头啊？一般地方不能生产，不能有龙头凤尾的在图案上。和金丝楠木啊，宫廷贡品，这个地方不能使用金丝楠木。您说了金丝楠对了是吧？哎，但是年代没说对。这个像这个，用这个拐子，它是由龙啊，演变过来这种拐子的图案，还有下面那个扇面图案，这个有扇面这种图案放在窗户上，这就是光绪左右了。就比较晚了。金丝楠不假，咱们四川盛产金丝楠，过去明清两代皇宫重要建筑都是金丝楠，但是没有说民间不许使，就是咱们四川盛产金丝楠木优质的木材。你看这个多壮，用料多粗，说明我们四川的木工也很优秀，很实在，厚重大方，大方，这个有劲，还是这么名贵的木材，说明我们宜宾是个好地方。四扇在北京这样可以卖到2万到3万，好多瓦，2万到3万。如果您是六扇，就是8万；如果您是八扇，那恐怕就是20万都不值。80年代的时候，哪一点还不错？冰种，地子很好，透亮，还有点绿，这种东西现在也有，现在价钱高了啊。过去的这东西大家还没重视，为什么？都是要绿的，所以这东西还不太，对，都是要越绿越好。对而且呢很透明，对，透明，云镜云，它这个不是一块一块的，做工也好啊，做工也细致，圆还都合适。
而且这是个昆卓，啊，女士戴，女士很招人喜欢啊。八十年代大概花了3000，现在都应该在30万左右了。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一位年轻的藏友李迪，有请。李迪今年24岁啊，你今天宝贝是。是我父亲的。哦，是你父亲的，我就能理解。我之前说是你10年前从外地收回宜宾的时候，我说可以啊，14岁就有这气魄了。是我父亲10年前从外地收回。这是什么材质的呢？瓷器。瓷器啊。对，有点像木头，对吧？对。哪个年代的呢？这上面有款是大清乾隆年的，但不知道是真假。哦，在这儿啊。哎，我今天拿来就是请专家鉴定，帮我鉴定一下，看是不是乾隆年间的正品。那好好跟专家交流一下，好吧？来。是我父亲10年前从外地买回来的。这个呢是雕瓷。啊，仿这个漆器的啊，雕瓷雕漆红的嘛，工艺还比较复杂。你像这里有开光，要立体的，而且它要绘画雕花，身上都是雕花的啊。上面的纹饰呢，人物全是人物，看看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一，儒道释，什么都有，有金刚，什么都有，有天神，就是儒释道啊，这个上面有款大清乾隆年制，猛一看还真像漆的，对，但是这人物这比例都是近代的西洋美术的训练的结果，对，头小身子大，有点学维纳斯那劲儿了，比例，这东西应该是现代的一个啊，也不算仿古吧，工艺品，算是个工艺品了。有点创意，有点创意，就是作为一个很好的工艺品可以欣赏，但不是乾隆的。通过这个监视器看的时候，镜头切到你的，我觉得你的眼那个眼神中间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啥感觉？我不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当时感觉吧，就是很可惜它不是乾隆本朝时候的，属于那个近现代的，就感觉有点惋惜。仅仅只是惋惜。对，因为作为收藏爱好者，也不在乎是哪个年代的，主要是喜欢就行。你准备回去怎么跟你老爹说？我还是赞同我父亲的收藏，但是东西吧有好有坏，不是样样都是属于正品的。谢谢李弟。这个是五彩圣旨，藏友转送的。藏友转送的，这诰命呢本身它不一定十分罕见，因为呢，过去尤其在明清时代，只要够一定品级的官员，朝廷就会对他的妻子和像祖父母等等这样的长辈进行一个封赠，就是给一个荣誉称号。那么如果是世代为官的呢，这诰命会很多啊，所以并不太珍惜。但是您这一卷，这是一位名人的诰命。这个人呢叫做江长贵。他是咱们绵阳市延亭县人，自幼习武，这是一位武将。从军以后正好赶上太平天国战争，曾国藩呢对他是赞赏有加，所以后来一路升官，升到这个福建陆路提督。所以你看这一卷诰命就跟那个七品官的诰命那不一样，这个织物是五彩的，而且书写的非常工整讲究，这是一品大员。这个呢是给江长贵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诰命，那么虽然年代较近，但是因为江长贵他是清代晚期的名将，清史稿有名的，所以呢他的史料价值很高，估计在15万以上，他的现在的市场价格。
这个的碗是最近买的吧？对，买几年了。我觉得它做工特别精美。嗯，做工精美，对，哎，对，对。这个东西现在仿的啊，现在景德镇呢做这种仿成化的工艺非常好，啊，从胎釉都是精心的，啊，选料都是特别的胎子，精细，啊，釉子也细润，绘工呢、画工呢，确实都是很，啊，讲究的，啊，但是它的气氛和它的这个神韵不到，啊，还是有区别的。从这个胎和釉啊各方面看，现代景德镇的仿品。这里是寻宝走进中国九都宜宾，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方亮，有请。带来我们四川人骄傲的藏品，对吧？对，蜀绣。蜀绣啊，太大了就不展开了。对对对，太大。你玩收藏多久了？不长。不长。喜欢，但是一直很喜欢。为什么今天偏偏要挑一个蜀绣来参加寻宝呢？这个很代表我们四川的特色吧。蜀绣与蜀锦一起被誉为蜀中之宝，是在四川民间桃花技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品，与苏绣、湘绣、粤绣一起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名绣。但与其他绣品相比，蜀绣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蜀绣就被列为朝廷的奢侈品，并由官府控制。三国时，蜀绣与金银珠玉同列为硬通货，经常用来交换作战需要的马匹和补贴财政。如今，蜀绣以严谨细腻的针法、淡雅清秀的色彩、优美流畅的线条、中国水墨画的格调，形成了非凡的表现力和特殊的艺术效果。那待会儿跟专家交流的时候，就看你对蜀绣了解多少，好不好？好好向全国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的蜀绣啊。好，谢谢啊。来，这边有请。来，好漂亮的刺绣啊，是一个蜀绣，四川人这个女红这个也做得不错，是咱们蜀绣的一个代表作啊。我们看到这个刺绣上有多种针法，有这个平绣啊，有这麻花绣，这还字还是打籽绣，就是拧成疙瘩绣出来的。就说四川人还是心灵手巧，而这个构图啊，你看这个面相，很喜庆，这个人物的造型啊，还是很有水平的。保存状态相当好，咱们四川这个宜宾地区这么潮湿啊，居然把这个还能保存这么好，很难得。这么大尺幅，满工满绣，满工满绣，不像有些地方它那个偷工减料，哎，是吧？它有的地方绣，有的地方画，有的画，哎，还有的这个晚清民国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对，还有的空出大量的空白，它这都绣满了，哎，这个非常难得，很珍贵、哎，时代应该是晚清，价格大约应该是10万以上。这东西是你家里的买的吧？父亲的啊，父亲的啊。对，首先这东西啊，应该是要感谢你，这叫喜口双翅儿，尊吧。这流行在雍正到乾隆时期，很多都是歌谣的、歌釉的，而且上有的有贴铁泥花的。民间里这东西过去比较多，现在是很少了。为什么我要感谢你呢？这个东西啊，从釉这个胎子釉子上看，不是清代的，不是那种清代乾隆时期非常坚硬的胎体和这个釉面啊。同时呢，它两个攀翅纹呢，啊，就交代不清楚，啊，不是那种很生动的，啊，这个盘口地方也没有力度，啊，特别就是釉子，不是清代的釉子，是一种现代那种漆炉子烧的那种釉子，比较完美的釉子。啊，所以说它是现在景德镇新仿的，仿了相当一批，很多人不知道，当真的买了。所以说你能拿到这儿来，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出现这类东西大家要特别警惕啊。
这两尊佛像还是不错的，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乾隆偏晚一点的，这尊佛像啊年代比较早，胎啊也比较厚，而且那个脸是长方形的，它有点元代的遗风，然后细腰，这个胎跟这个胎不一样，它很厚，住的这个年代还早一点，但是后边有残有伤，好像砸过是吧，砸过，但是从这个腰啊面相啊低头这个姿势啊，就有点元代遗风，咱们可以把它定为就是明代中期啊，中期偏早一点，明代早期，这个是清代中期，两尊佛像都不错，价格呢大约应该这个贵一点，应该接近十万左右，这个七八万是有的，两个是20万左右吧，好吧。送走了这位藏友，抓紧时间我们通过这个监视器来看一看现在海选现场的情况。这个是竹雕，是宜宾的四大品牌之一，非物质文化嘛，就是。那个东西是九龙猫头鹰，那时候就是我江南一个工艺大师，他大师慢慢的我雕了个15年，就是最好的。这是竹根雕，竹根雕，那九龙猫头鹰是。您多少钱买的呢？这个我们在80年的时候，我们2万块钱，当时交2万块钱，这是我们当地这个大师专门雕的，他雕了6年，就他把这个作品完成以后，他眼睛就瞎了，瞎了没有多久就死去了。又一个灿烂的竹文化，这想象力多丰富，把这竹根还用在底下，啊，九条龙啊，上面的不错，还是上面是九龙柱，下边呢是也是九龙，也是九龙啊，下边是抽象的，是上面是图案化的，是吧、啊？这个很少见，水平啊还雕得这么好，艺术性、工艺性都很强。但是呢，别上这么厚的漆，这漆上厚了腻腻的，像塑料。因为竹子本身就是一种素雅的、自然生成的材料。你看老的竹根雕高级的那个老的笔筒，它都是一种哑光，是金光内涵。这个都是表层的一种油漆的闪烁，给人轻薄之感，就是。不大好，应该想办法上薄一点的漆，怎么养护？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它是一个花盆，下面有一个通气孔，这个是我们家亲戚从这个欧洲那边买回来的，啊，欧洲买回来，因为当时在那边看到有外国友人在用它栽花，啊，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咱们中国的，所以想把它带回来。对，很好，花盆不错，这是个八角折沿的花盆，而且呢八个面呢画的四季花鸟。对，我就看它这个花和鸟好像都是不一样的。对，四季花鸟。这种八角的花盆呢一般流行在清代早期一直到乾隆时期都有，有青花的，有五彩的啊，你这个呢就算是五彩了，康熙时期的，为啥这个胎釉啊还是康熙的，啊，比较坚硬的胎啊，比较细，同时呢绘画就细密，而且这个花卉呢是用了这个五彩的啊，这个紫彩啊，啊，红彩、绿彩啊、黄彩，都是康熙时代的特点，比较坚硬，啊，彩呢比较纯净，啊，画的还很生动，而且它有地子，有的小的那些啊珍珠那个画的那地子，啊，确实好。那照您这样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亲戚给外国友人买的时候花了5000美元。5000美元，那你赚了。目前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精美的花盆也不多，不多，粗东西多，啊，你说作为外销瓷来说算细致的，啊，细致每一个画片都有看头，这东西啊，按目前来说能值到30万。谢谢，谢谢。好，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秦兆江秦先生，有请。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贝？有几枚那个铜钱，我也不知道是。好像各种动物。对。
有马有牛，还有花草。啊，你这宝贝怎么得来的？就一工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们在单位上工资都比较低，都只买点小玩意儿，大的东西买不起。看到一个很便宜，又觉得很好玩。您当时像这样一枚收了多少钱？几十元钱。几十块钱。啊，有的一百多块钱。啊，那您收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喜欢。喜欢，觉得很好看，稀奇。好。比如直接带起来，就这个请专家鉴定一下，究竟它是什么年代的。那您告诉我，这一盒里面大概一二三四五六十枚，啊，大概花了您多少钱？十枚花了五六百块钱。五六百块钱。您这个爱好挺特别啊，拿钱收藏钱。好的，那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您专门收藏钱币吗？不是，我是业余的。业余的。偶尔收藏收藏也好。哦。因为工资低嘛。哦。收藏点小玩意儿。哦。大东西收藏不起。那么咱们看到这个币种啊，它的正面有一个马，后面呢会是兰花、菊花，还有各种这个植物啊。那么它俗称马兰币，是专门在这个四川这个地方流行通行的。它的铸造日期呢，大概是1918年到1937年，抗战之前。它呢是一个著名的地方钱币的币种，当年呢由于这个军阀割据啊，这个四川呢相对封闭，那么重庆和这个成都两个铸币局呢就生产了大量的这种地方性货币，又有一些这个军阀的私铸，这个流通性呢很好，品种也非常繁多，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民国一个特殊时期啊四川的一些这个财政啊、这个赋税啊、金融啊和这个经济的状况。现在这个鉴于铸录的已经有这个100多种，今天呢见到这10种呢都有过这个成交记录，这样10枚相同的这个马兰币总的成交价格呢有45万块钱。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市场和这个估价的时候，绝不能够用最高的这种拍卖行的这种成交价作为我们这个估价，作为这个行业交易价格。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把这10枚作为一个总体的估价，那么它的价格呢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和成交记录，它应当在10万到15万人民币之间。谢谢专家。恭喜恭喜，秦先生！谢谢谢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很高兴，就是最少最少最宝的时候的国家都在10万以上。对啊，所以我就说不仅仅是高兴嘛，您可以就花了500-600块钱呢。啊，就是，感觉这个收藏还是很有价值的。哎，宜宾藏友很平静啊。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呢，肯定要稳重一点，要淡定。淡定。其实心里面像跟小兔子一样，小兔子咚咚咚咚一跳。这个是确实没有想到啊。我只报了5000，自报价。自报价5000。他是最保守的，估计是10万以上，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从此您的生活会发生改变吗？会。会有改变的，更多的时候去溜达溜达，去找这个小钱币啊。对对，哎，在我们宜宾的以后的古玩市场会经常看到您了。好的，谢谢谢谢。这套瓶的作者叫邹廷苏，是吧？哎，是。好，那么这位作者您知道吗？他是江苏岳阳人。这是几年以前，我花几千块钱一个朋友转让给我的。嗯。在好像在书法报告见到过一件，另外我还有一件。嗯。这件品相比较好。这套瓶呢，用洒金纸书写。哎。比例遒劲。啊。字呢，很开张大方。一看呢，就是有很高的文化底蕴和书法造诣的人所写。啊，年代呢？我看应该是晚清，光绪8年。哎，光绪的差不多，光绪时候的这个作品啊，难得呢，在于四扇都全，没有损坏，是吧？所以呢，这个当时的文人字啊，能保留的品相完整，也很难得了，啊，也很难得了。但是呢，
年代不算太久，我想呢，这个当前的市场价格呢，应该在2万块钱左右，两三万之间吧，啊，因为名头还不是太大，但是呢，现在也很难找了，像这样的很开门的老东西，而且很精彩，啊，谢谢您，不错的收藏。帽筒啊，是吧？这挺开门旧的哈、啊。对，老的，至少是民国时期。然后构图，金老师，您看是不是有四王山水的那种章法？是吧？挺雅的，挺雅致的哈、啊，文人画。是个旧东西，不错。竹帽筒很少，瓷帽筒特别多。能有一对包浆这么开门还没有坏，又是一次四川竹文化、四川人爱竹子的这个物证。现在依然要到海选现场去看看我们热闹的情况，但是据我所知，现在雨还在下。这个东西本来好东西，像这种正这种黄油的农场少得不得了，或者是红毛邻居了，或者说这个东西绝对是稀有之物了，应该说可能是明朝的，这个皇家用来装酒的噻。把老人从南京弄起回来，是个酒坛子，我把它是明朝的那种龙坛。这个大酒坛子是老的、啊，我们这个酿酒的全部是用的这种比较粗的、比较厚胎的，啊，就像那个钢胎的那种水缸那种形式的，啊，而且必须有釉，因为它的酒不能散失，啊，同时呢，它有什么好处？它放在地下接足地气，所以这种大酒缸啊，就是酿酒业用的。那么这个龙纹呢，我们看着龙纹呢。它和明代的那个龙有区别，龙代的龙的龙头的眼睛是比目眼，是两个眼睛同时表现出来的，清代的眼睛是一面，只有一个眼睛，那么这个东西应该是晚清的东西啊，甚至到民国啊，年代不是很早的啊，这种东西民间比较多。谁给你的？我爷爷。你爷爷给你的？这是蒯酒的勺子吗？好像是4000多年前吧，我不知道的，反正不知道。这是一件这个青铜的这个勺子啊，那么前面是一个圆形的，还有一个瘤，这儿呢是一个这个人形的啊，这样这个蹲坐的一个人啊，还带着一个这个环，这个环呢当年可以挂着啊。这是舀酒的一个勺子，同时呢，这个非常非常少见的，这还有带有巴蜀文化的这种特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贵族用具，是酒具中的一部分。那么，彼时之酒非今日之酒啊，那时候酒不是一喝就醉的，是低度酒、蒸馏酒、高度酒是元以后才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所以那时候呢。酒的容器都非常大，酒器是不能来回搬的，就用勺子崴这个酒器里面的东西。那么这么精美的文物呢，市场上很少见。我们用最保守的态度，这个也要在10万到20万之间，它的价格。资产是的呢？东西是老的吗？是老的，是那个明代。前期的嘛，我们看这个胎和釉也是老的，它是红的胎吧？这东西呢，只能说这叫旧物新利用，后加彩。原来是个明代的碟烧的一个碗啊，这种碗生产量大，明代的造型，而且中间有色圈，那碟烧起来多烧吗？这种素胎的碗呢，人家拿来去画彩，景德镇低温再一烧，把这个色摊也加上彩了，掩盖了，后面也是掩盖这个色摊，没掩盖住啊，是个后加彩的。
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彩的颜色不是明代的啊，有点像我们那个绘画里边的后天款啊，后天款呀，啊，反而弄巧成拙，为了是增加它的价值，增加价值啊，结果其实本来一个老碗反而给毁了，多钱买的？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买的，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我不敢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啊，在上海世博会海南博物馆那个参加过3天的，你们钱包我才捞就是回来的。哦，这个参加过3天展览，世博园海南馆里边展览过的。对，知道。那应该不就是不屈才，这个确实能搁到博物馆里去。这是什么材料呢？说了半天。我看像太湖石。他们刚一搬来，我以为是一个石头，我拿手一摸，这温度，木头。木头呢又这么重，真木头没这么重，应该是一个阴沉木，就是入过水的，入过土的。这个四川本身也是阴沉木的产地，十分漂亮。它兼有石头的造型跟木头的质感，你仔细看还有很细微的纹理，你看能看见木纹。我记得故宫后花园里有一块木变石，乾隆非常喜欢题上词。这是一种抽象审美，就要有空透，还要有走势，还要有体积感，还要有这个肌理，就是它那个木细致的纹理，这几点都放在一起，才构成了抽象审美的基本要素。所以你这个确实是一块好石头，我们保守的说吧，就是20万到30万这个感觉。美中不足啊，就是应该配一个特别好的石头老座，汉白玉的，最好别配紫檀的，因为它颜色会靠色，好吧？听了专家的点评，有什么感受要跟我们的观众分享啊？人家跟我说老师一样，老师好的，好东西。您这个是给自己的藏品还是给专家？给专家。人那么眼光，人那么水平。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老婆走的时候，那时候最想的就是无手。好。恭喜恭喜，好，谢谢啊，来里边休息一下。这种小屏风还是比较少见，是吧？您这是家里的老物件吗？不是，这是我在一个藏家手里购得的。这个画上都有这个榜首和题跋，这写着光绪8年壬午，全月吉旦。这种画啊，在我们的市场上流通很少。啊，但是在中国美术史上很重要，流传有字。我们知道呢，这个宗教画在唐代的时候达于鼎盛，那么画圣吴道子呢，都是这个画呀，都是施于寺庙的。唐代以后呢，宗教画衰微，这种水陆画、宗教画呢，依然存在于乡间寺庙和各地的这种道观之中。那么我们看呢，这个佛道杂糅。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啊这个佛道儒三家呀已经渐渐融为一体了。那么您这一堂东西呢，就是中国宗教信仰一直到清代啊依然有深厚民间基础的一个明确的物证。那么它民间画工依然秉承了这种重要这个宗教寺庙的这种传承，彩绘贴金，还有整个的这个字啊，这个楷书的这个榜首和这个献词都写的是充满了前进之心啊，所以我觉得您这无论从虽然是一个不太流行的品种，但是从它的这个绘画价值、宗教价值、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来讲都非常重要。这一瓶啊，就是在10万上下，这7瓶一堂，那5瓶一汤呢，也应当在这个8万到10万之间。这里是寻宝走进宜宾，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郭玲丽，郭小姐也是有钱人，带来的是藏品是银锭，这么多啊！这是不是我们四川的穗锭？穗锭啊，上穗的穗锭。我很好奇，你这宝贝怎么得来的？
因为我是集这个银锭，我非常喜欢，已经有十多年了，接近二十岁吧，就开始收藏银锭。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收邮票，还有收火花，人家郭小姐就开始收银锭了。不是当时的银价哈，是普通老百姓嘛，就把它当那个银子嘛，把它融掉了，那首饰特可惜。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它的那个文物价值嘛，就没有体现出来。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就是学金融的吧。哦，难怪，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啊，郭小姐，来这边有请来。第一次见这么多元宝啊！46枚。46枚。46枚碎锭。这一组这个银锭，它是在这个清代以来啊，由这个四川和西康两个地区铸造的啊，所以统称川康银锭，是这个中国这个金融史、中国这个货币史上的非常奇特的，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品类。川康银锭呢，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一方这个川康银锭呢，很特殊，是里头有个戳记啊，在右边叫叙府。那么叙府呢，是我们四川宜宾的古称。宜宾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云南的土特产和铜矿就是通过宜宾转运出去的。在那个使用金属货币的时代，银锭就成为人们贸易的首选，同时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也使赋税成为了宜宾重要的财政收入，川康银锭也就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货币。这个川康银锭啊，它除了这个传世量大，品相完整，还有一个特点呢，是现在这广受这个咱们四川地区这个藏家的喜爱。那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我们这个川西地区包括云南地区的一些彝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对这个川康银锭呢情有独钟，习惯于用银子做货币，就而且还有大量的作为这个财富的这个保值储藏。这个品类呢，其实还有很大的这个收藏潜力。目前的这个收藏价格呢，一般的普品每一锭都还有这个3-4万之间的价格，所以总计呢这一堂如果我们暂时还不充分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构成的这种系统性、时代的覆盖性那么大体的一个这个估值呢，应当在130万到150万之间，充分反映出了藏家的敏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杰出的一组收藏。你好，谢谢你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专家对于我们这个藏友的收藏用了杰出，说这是一个杰出的收藏。是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四川的银锭都挺多的。我发现你鉴定出来以后反而有点紧张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觉得专家给的这个价格嘛，还是有点出乎意料。对对对。好的，谢谢。是家传吗？是买的，20年前买的。20年前买的，花多少钱呢？2000多块钱。20年2000块也够贵的了，你也够勇敢的了。为什么这么喜欢它？我是木匠。我就看到了雕得好。啊，雕得好。雕得工程有点细，是鸡翅木的。哦。对对对，您说的都对，确实是鸡翅木的。刚才看了，但是一般的咱们古典家具明清的鸡翅木是不上漆的，它为了展现鸡翅木那种纷郁的纹儿。尤其是清宫里头，就是宫廷里的，都是要跟紫檀啊什么香妃竹来配。这个呢上完漆还染了点红色，可能当时为了模拟紫檀或红木啊，酸枝木，把这鸡翅木有点耽误了，仔细看才能看出是鸡翅木。还有呢，这雕刻确实细，但是题材都是南方的，有虾米啊，什么水族啊，鱼啊，一看就还有南方特色。工不应该属于广作，也不应该属于苏字，还是咱本地的。不愧是一个木工，有独到的专业眼光。又是鸡翅木，又完整，雕工有四川特色，真是一个宝贝。就这么完整的、有地方特色的，还
带茶几成套的，现在起码12万到15万。好好啊，谢谢专家。好，这里是寻宝走进宜宾，我们下一位藏家王生尧王先生。啊，这是竹雕啊，竹根雕。竹根雕，哦哦，很轻啊。啊，很轻的，应该是清代中期的吧，佛罗寿喜。这你怎么得来的这宝贝？这是一个朋友，以前我是做翡翠的，然后我看见了几年以前他买了，是从里面一个当铺里面，车房家铺里面有三件东西，有两件瓷器，他只买到一件这个竹雕。那很传奇啊，传奇。就当铺拆房子的时候，夹缝里面夹了三件宝贝，夹了三件的件，他只得了一件、啊、这个根雕。那他转让给你的是什么价格呢？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哪一年的事儿？九几年。九几年，那九几年几万块钱不低。是不低啊、哦、好，那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啊、好, 好吧。哦，王先生，来这边有请。好，我是搞翡翠的，别人说是从以前一个当铺里面买的。哦，我看很精美，然后觉得很不错，工艺很好。这个竹雕呢，从马王堆汉墓开始，哦，那么中国这个盛产竹木嘛，就已经有这个出现了。现在所熟悉的竹雕呢，像这个金陵派啊，或者是嘉定派啊，啊，以文房居多，其中大类呢是笔筒、笔戈两类，像这个地雕的这个。摆件呢还是比较少。您这件东西呢，这个结构致密啊，它也不会开裂，同时呢保存状态也很好。这包浆呢枣皮红，像琥珀黄啊，深浅相间啊，宝光透亮啊。这个有很多吉祥寓意的题材，上面呢是仙人献寿，这个呢是鹤鹿同春，吉祥寓意。它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民间的，就可以说明除了文人之外啊，竹文化在我们这边是得到民间就充分的这个认同，而且有非常精美的创作。这个呢应当是在清早期和清中期之间的这么一个作品。竹雕的价格这两年以来呢有几次巨大的提升，单件的这个笔筒呢就已经上了1000万港币了。那么您这个呢虽然是稍有残缺，但是呢大体保存状态非常完好，我们认为他们的目前的价格呢应当在有10万到15万之间。好好好、啊、到这里我们寻宝走进宜宾的所有鉴定都已经结束了。那么究竟哪一件宝贝能够成为我们宜宾的民间国宝呢？在揭晓之前，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三周时间我们在中国九都宜宾的寻宝之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宜宾市政协主席尹德洪先生为我们揭晓。现在我宣布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活动寻宝走进宜宾评选出的民间国宝，它曾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财富的象征。它的材质独特，工艺规制严格，曾见证了宜宾市商贸文化的繁华。它对研究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经济和财税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就是清代川康银锭一族。感谢你收看这期节目，跟着嘉宾来寻宝，七分故事三分宝，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中华第一龙的发现地， CCTV 寻宝走进赤峰。这组造型特殊的玉剑，真是出自5000多年前的红山玉器吗？骆驼行囊饱满，在辽金就是这种题材的都见不到。契丹人制作这样的器物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个现象是近十几年所出现的。100斤鸡蛋值不值？哎，值了。中书省这个书字是一个简体字，唐朝那时候就有简体的了。辽代有没有烧造过这样的白瓷？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寻宝
走进赤峰。